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栗乡，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栗乡。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5月29号是我们第五次的共修。今天的共修呢，我们还是在潮州风水学这方面来跟各位来探讨研究风水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离不开的。刚才我们在教室的下面有我们讲师郭朝庆讲师和林龙泉讲师在讲到说，现在餐厅旁边比较环境比较干净了所以这个就是风水学。原来对的乱七八糟，你眼睛所看到的就传入你的脑海，然后传入心田心田呢一直累积你这心田累积了很多的脏东西，那你身体就不健康智慧就不出来。所以这个风水学的重要性，我们不要把它只看作脏死人的叫做风水，我们周遭环境都是风水。所以我也希望大凡是现在呢我们环境要改善，环境一改善的话，我们心就会很清净有时候我们邋遢习惯了那无形中日积月累你就受环境所影响了在10多年前我们二界有一位师兄师姐，他要我去他家里看，他说师父奇怪，我家是不是有鬼都闪到腰都闪到，我那有问题，在内湖呀。结果到他家里去看了，乱七八糟，今天拿这个东西这就丢在那边，那边丢在那边，没有路主可以走，所以你还要跳的东人向丢。而且他爸爸把又脑中风那我说你这就
你告诉我，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拉他，说：“哎呀，我很难得受呢，越看越难过，愈看愈平淡。”我的原因就这样，少少清清的，说爱我还没当这个刚刚倒 Q。QQ 了啊，舒服啊，这样看得多舒服呢。所以咱家家户户环境很要紧，你前面乱七八糟，那就前面就堂局，前面乱七八糟啊，出外就不顺啊，后面乱七八糟，脑袋混沌混沌，空蒙空蒙啊，农边乱七八糟，家中的男孩子啊，就是头脑比较不好，事事比较不顺啊，那右边的虎边比较脏乱啊，家中的女孩子、女人、女子人啊，百事都不顺啊。你们要证明说师父说的对不对，那你们回去就可以先试看看，先排乱七八糟啊，蹲底啊，家的湖边啊，或者要把它蹲在龙边，家中的正道啊，这都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在日本我去过很多次的日本啊，他们的乡下啊，或者都市屋前屋后都很重视的环境啊，很清洁的，这个是民族的文化。所以我希望我们从道场开始做起啊，然后推展到家家户户啊，大家共同来维持环境啊。环保学是非常符合啊活血极乐世界的法门的学问。曾经我们有一位欧巴桑住在南屯，一大早就到五前五街经修院来问事，问我说：“老师啊，我每天和垃圾在一起。”我说你大慈大悲啊，你每天和极乐世界的净土在一起啊，不以为然啊。他说我在环保局啊，垃圾这个回收啊，所以他家的环境虽然不是算成蛮干净的，但是他的心呢 就是要创造别人家里都是很干净，所以他到出鼻掏胃看到人家很脏了
伊就拿笑倒来，笑倒放到因家。啊，笑倒来呢？啊，这家里一阵啊，囡仔家里就不住了啦，所以就到，听人家说孩子都不住，一定有问题，就来人家介绍了来卜卦。啊，我用一卜卦，我说哎呀，你家都风水乱七八糟，六爻全部动。哦，我零零到乱七八糟哦。这公他是在环保水环保局的回收员，啊，什么都把他修得来出坑，啊，这无菜，我你也无菜，做生意呐，啊，出来的，啊，环境他没有办法接受，啊，你等下给弄个清洗，啊，有头有理的，弄好，啊，囡仔都会出带掉啊。所以回去了，啊，该卖的去卖，啊，该留的留，哎，啊，孩子很乖了，啊，就稳定下来了。这个也就是风水学，所以环境学，各位同修，你们要帮忙信众大德，啊，功德会会有，啊，他们的风水，你从环境学。啊，这方面来着手，啊，你就功德无量了啦。啊，这个是堂局，叫做堂局。啊，堂局的风水，一代花明堂，一代。啊，家里顺不顺？第一个条件，啊，这个明堂是屋前，屋后，啊，四周，四周环境都是叫做。明堂堂局啊，明堂是对外，对外的顺利与否啊，所以明堂非常重要。啊，很多人喜欢做造景，啊，造景越多，家里奇奇怪怪的变会越多。我挣到了几十年，尤其我们的中国庭园，丑、瘦、肉。痛庭园之丑瘦肉痛之怪石造景啊，必引起百病，这很重要啊。刚才我们有师姐。啊，要设计盖的一个五楼的房子，土地有，啊，你要规划，还有空地，
空地一定要保持干净，保持很顺啊，不要有虫奇形怪状的石头，很丑，空调给它瘦瘦的啊，长条长条的肉到处都是洞，透了，这边可以看到那边丑瘦肉透，然后住家你风水学方面绝对不要去这种造景。曾经在台北市，我看过一家很有钱的人，啊，他摆的一些石头，是大陆啊什么湖里面的石头，哦，买了不少，屋前屋后。而且就像那个博物馆，我说老板啊，你的书要准备怎么摆了呢？这么欢喜耶！我老师你怎么对？你就把主座怎么摆啊？我就说你摆这些石头，第一石头有灵，第二有好兄弟啊，第三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奇灵。啊，干了这三行你都站不住啊！我讲你也无欢喜，尊重我跟你讲唔对的，是的。啊，那我就不说了，我回家了。经过过过晚会，这位蔡先生拖着疲惫、狼狈的身体到了现佛寺，我老师啊，抱歉了，我对你没礼貌，你跟我讲的我真不介意听，我你不介意听事情也是发生。他这一段时间来公司被倒了倒啊，员工受伤的受伤，什么问题都有啊，所以现在不知所措，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只有把车车掉了而已嘛。哦，所以丑瘦肉透，庭园景观设计的人啊，他认为这是最美。事实上，这个美啊，是倒霉的美。爱注意啊，你去看日本啊，他庭园啊的石头啊，他的摆设非常的柔和啊，所以老祖就有一个摆石头的口诀啊，常识一握，常识一握就是平躺平的排的，常识一握啊，乱石不见天，乱石不见天啊，就不要用啊。再来啊，平时
平一招，啊，平一招，咦，嗯，也可以摆，也可以摆平时，啊，坚持不利，啊，会伤人。坚持一九头，不要摆安呢。好，那么平的，好，这尽量摆平的，好平的，啊，那么乱石，乱石就埋掉，埋掉，不见天。好，再来。原石啊，阿姨见天，啊，那圆的，尽量圆的，那是五起，那五起，好，那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但凡是排那些石头都是有学问的啊，这个是关系到堂局啊，若是你石头这个基本条件你不懂啊，你一定会弄巧成拙。所以我希望我们有学习田园景观的啊，一定要小心啊，否则的话会让人造很多的烦恼的因啊。这排石头的原则，这都是属于堂局啊，堂局呢要宽广，一带花园堂要宽广，嗯，很宽的，啊，啊，要宽广啦，记得上学才会，啊，要宽广，啊，迄个像那叫做树叶树影顺理不顺，好，啊，那第二啊，忌避晒。忌避晒，门出去就太屌哎！啊，太屌哎，家己太家己，还会心脏病，百事不顺。啊，堂局，不可见，还有叫做。九星之火星，火星这尖尖的房子，好的，前面的尖尖的表示有官司，多官灾。哎，我。在南部有某一家庙，啊，他的庙的前面堂局的刚好是月世界。
越世界的啊，这个庙不是越世界，我去帮他看，我说你这个庙前面都是绑刷火星啊，你们做很多官司啊，里面有很多的争执，告来告去啊，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出来一位出家的，也就是我们的同修的爸爸，老师啊，我很想离开这个地方来修行。我说你这个是修行的地方，最烂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修行不是要来享受的。他我们这里很多正如你所说的，告来告去耶，斗来斗去，玩的最好。斗来斗去，你不要跟人家斗嘛，你要徛观山看马相谈吧。他老师啊，不行啊，我看不惯了，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走。我说你。最好继续忍耐啊，看透众生，也可以了解到这种风水。那就堂局前面堆出来的帮边，帮边主平、主宾、主争、主斗、主平。主争、主斗，要注意。若是我们住家，前面有别人的房子，拆得乱七八糟，变废墟了，你就要注意了。啊，废墟他所伤的。就是你与他相对的房子住家，问题就来了啦。啊，就是官司赔钱、了钱、斗争啊等等的无所不有，全部都来。甚至我们在林口，我们一位信徒师兄的家，我去跟他看了，我说你前面那一栋别人的房子几十年都没有住啊，斗也斗乱七八糟，你哪要搞休息呗？你跟老师啊，他家的我管他的，他们家都不住了，所伤的是你啊！你到别人家道经，母阿家道经，做事业拢爱道经，啊，家内袂好势。那么这位信徒说：“老师啊，正如你所说的，我家里就是那样，儿子斗父母。”父母也斗儿子，兄弟斗，和外人也斗，斗得乱七八糟。黑的是啥？风水嘛。啊，跟我说前面有没有阴的？
我阴的，你家的才是阴嘛，别人无阴嘛。啊，不要搞错。凡事都要先从自己来检讨自己，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我都说你很简单嘛。啊，请人家来帮忙整理一下。啊，前面的所在买一些盆栽、小小啊，那个静静的，就你家前面的堂局的环境啊。啊，那么这些信徒呢，就说："哎呀，有道理。"啊，你就去跟前面的屋主，结果屋主找不着人啊。啊，找不着人，你把它整理就好了。啊，整理好了。过了2、3个月，又到大安寺来找我，他说："老师啊，师傅啊，我现在家里平稳下来了，哦，环境，前面环境，把它当做我家的小花园，那叫堂局嘛，啊，所以我们要会用，啊，要用周围环境。"来美化，家家户户美化，那我们人间就成为一块净土了嘛，很简单。所以，我们大环寺，现在环境也不错了，啊，继续美化，让信众大德啊来看了，啊，心清净，回去呢。就会很自自然然的，啊，家家户户，啊，会把环境弄好，啊，这也是堂局呀。所以堂局要远见，要远见，看多远，啊，看多宽，啊，即使不宽，也不乱。好，不宽也不乱，这是美，很美的局。啊，环境学不宽，但是也不乱。啊，我呢看风水那么多年。啊，每到一个住家下来，我一定要先看他的屋前环境如何，大部分就可以了解到这一家住的人他的外缘如何，外缘啊，若是堆得乱七八糟。啊，他的外缘非常不好。曾经，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喜欢捡一些破铜烂铁，啊，放在他家的前面。有一天我路过，进去看他。啊，忽然发现他的屋前庭院堆的什么东西都有，好像五脏俱全的啊那个宝啊！我说某某人啊，你最近发大财哦，
如果冇啊，我睡觉会失忆啊，就睡啊。啊，他还做着土地买卖，啊，土地买卖呢找不到，啊，好多有缘的人。我说你头前拼拼好清气，啊，你做土地买卖做中介，你都有好的成绩啊啦。哦，他就利用3天4天，拢整理好，啊，第6天呢，啊，因为这厝边啊有这土地，啊，买卖的人都在路过，啊，伊就在做中人，啊，转咧介绍成啊，哦，介绍成呢，足欢喜，就要包钱。包红包来好舒服，好、哦、要感谢老祖。我讲你原来要欠钱也无够啦，阿伯先互你欠的，好无要紧。啊，你若果在看第二摊，赚到的时，你才包来甲老祖感恩。啊，伊都安尼哦，好、哦，老祖拢知影我最近在下钱。哎、欸，迄种子你知无？哦，咱甲老祖甲土地公拢好，花都愿，你一定愿了先还，你才有第二站呢。啊，结果过3年4年，拢开做无成一块土地，啊，环境整理好了。但是人的信啊，对神守信啊，绝对不可以失信啊！你失信了，就没有下一趟了啦。啊，这是很灵的，这嘛是咱的风水学，大家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师姐，啊，有欠钱，每个人都会欠钱，连国库也会欠钱，啊，但是当你啊答应了，啊许愿了，啊，你一定要叫给他叫走，否则的话，神不会责备我们，我们身边的守护神。啊，一定会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信徒有困难，啊，你帮他们也是一样，啊，帮信徒排忧解难，不一定要把啊利益放到我们身上，要让他利益。要布施给社会大众，啊，布施给神，作为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啊，这个即是我们啊承诺，啊对神的承诺，这一点呢，啊各位同修，啊你们常常会碰到，啊信众大德，啊往往希望什么？啊，在化验的时候，啊，一定要让他们先履行这个愿，啊，否则的话，啊，你啊美中不足，只有一次而已呀，啊，堂局要有情，要有情，什么叫情？环抱，环抱的，啊，这有情，啊，有如
大陆啊，西安，唐太宗，唐太宗的周属啊，李世民，唐太宗的周属，这个唐局，他的暗山一直来朝拜唐局，他叫罪贴一层一层包的。所以唐朝唐太宗唐朝盛世就是这个地理，但是这个地理美中不足，天意啊，只是这个二皇是唐太宗啊，这个周楚啊，那么大黄三黄完全缺，只有花二黄，二黄的唐局友情环抱来朝拜友情，所以唐太宗啊，他的盛世历史上留下永垂不朽的政绩啊，这个就是唐局之美啊，祝福各位。